是馆内来了一幅新的画作。哎，睡得真久呢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我不是最后那一座画吗？怎么又来了一座？你们快起来看看，他是谁？干嘛？吵吵闹闹的。干嘛？干嘛？你们自己看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什么？他什么东西啊？我才是这里最红的一座画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来了一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们看，好奇怪哦！对啊，你那么丑哎！对啊，那时候不是说好最丑站中间？对啊，你丑，谁比你适合站中间啊？对啊，我一直站中间，总会有人比我丑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他是谁好了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啊，我们来看，一二三。哎，怎么办？真的丑哎！太丑，丑成这样，而且他还不穿衣服哦，对啊，丑八怪。那我觉得要找一个人来评评理，我的位置是不能被取代的。真的吗？谁能出来评评理？这个时候，大家的争吵声惊醒了馆内最资深的名画蒙娜丽莎。蒙娜丽莎，你们到底在吵什么吵啊？啊，在干嘛？睡觉吗？是丽莎阿姨，丽莎阿姨晚上好。谁说不能？不要再讲话了！什么辣什么阿姨长那么丑，你敢说我是辣什么阿姨？不是啦，辣傻阿姨，我想要你来评评理。你看这个新来的那么丑，他凭什么站在我的位置？哈，你说这个？对，你评评理，我来看看哈。他好恶心哦。辣傻阿姨不可以这样试吃。哎呀，这个已经僵化了，而且他的皮肤呢都没有保养。哎呀，他的肌肤年龄比我还要老，大概有大概一千年左右，他大概是千年老妖的。这么久啊 ？OK， 那我就放心多了。他原来是个老妹啊，看他也不能活多久，只不过红个两天。你是什么维纳斯女神？大艺术家吗？对。我们没有问题了，丽莎阿姨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在这边看过的表演哦，比你们安静还要多。所以我来说话是最有说服力的啊。谁要再说了算 ？OK。你们就表演给我看啊，我来决定到底谁是这边最棒的。好啊，来，那我就先来，但是我要邀请另外我的好姐妹，我们一起来表演给大家看。老师抓了 beat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对啊，那我看这个爆丑妞多厉害。嗯，换你了。爱让我久等了，老师 music。
警卫来了，警卫来了，快点回去，快点回去，警卫来了，警卫回来了，警卫来了，赶回去了。这个 pose 我也会摆，林秋嘛才是最适合站中间的人。看他们的表演真的是太棒了，对啊，看到哎，这是艺术的结合，心里面是不是被深深的吸引？有完全是入戏，而且不只是从画里面的感觉，然后还有舞蹈，还有气氛，还有他们对话的氛围，全部都充满幽默感，然后很 life 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一套下来应该要0-15，他们做到0-15，我觉得很屌，太0-15。这个直接哦，我跟你讲，直接就给奖金的啦，你可以讲个屌字都出来，谁还没有吃过？哎，七小花怎么出来三次了？渡边直美啦，渡边直美，渡边直美，来来来，你来闪，渡边直美，好闪哦，1万。现在错的蛋就是我们喽，没有，一万多，对，你们不要，你要抛到更高的，更高的，好不好？哈，我们会请你们吃饭哦，不出题啊，好，小赖今天生日，不能，不能有人碰到哈，1、2，要闪要闪开，3、2，Go，3、2，Go，3、2，曹志平迈，3、2，Go，3、2，Go，3、2，除以二。老天爷，你真是有眼睛啊！我们也是要养家活口，恭喜我的5000块钱奖金。